这个，昨天他把我给征服了，今天我继续征服他啊！我感觉昨天网友留言说的对，应该是那个黄瓜整的，其实不赖腰子，咱们误会他了啊！所以不新鲜在哪块？昨天这个半拉没放保鲜里，就搁那块搁着了，还是那个他，咱非常熟悉的他啊！把剪子拿来呗，昨天啊，对那个，哎，这我昨天吐这口还搁这搁，哎，妈，你这还，你肚子了？嗯。我昨天看着黄瓜了，你吃你的吧，你吃你的吧，我要先做个小咸菜。今天是腰子，朝鲜辣酱拌的那个，嗯，还行啊，那个吃过是吧？那个能对付下咽是吧？对，这不是挑战他吗？是不是应该我俩站在这儿看着你吃？不用，能插呀？不用，一会儿我再吃。你吃完饭的，你拿走了的。给我的小咸菜啊，快端走！哎，到时候你给我抓两个绿豆蝇啊！我能抓住吗？它会飞？抓大挑大个的。抓十来个给我整啊，这块留着，剩下的给他，最后扔它，西红蛋白。有的朋友寻思这是血呢啊，
块有点啥，我咸呐，这么咸呐。啊，吃口这剁汁儿。哎呀，咋了？昨天误会他了，哎，向你表示道歉啊，误会你了。就是昨天那黄瓜，我还因为他给我干吐了呢。你看看，跟臭豆腐配一起都没事儿。太咸了，太咸了，太咸了，太咸了。嗯，今天真凉快，这上房正好。后边阳光暴晒，30多度。现在你说明天了，你瞅啊，来来来。我这味儿，虽然比那黄瓜那个好接受点，但味儿也是够。还行啊，基本上稍微冒点血气儿。还行啊，还行。哎呦我天，那看来我准备瓶凉水吧。要行的话，那真是黄瓜的事儿啊。啊，这玩意儿比黄瓜，这也小不哪儿去。今天有心理准备，昨天实在没有心理准备。是不是下午要下雨？啊？瞅这样，不是，是不是要下雨？妈呀！妈呀，都烤盘儿吃了。还有一块。这个给你。给你留的。那那搁那啥里头？这。哎呦，这味儿！哎呀妈！哎呀，真臭啊！臭啊！哎呀妈！这可真。这臭豆腐味儿的，这熏的。走到吧台，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，他总是。